哇，参加前男友的婚礼，参加，居然能输。他敢寄来给邀请你，老娘就敢去啊！我就是要去踩场的。哎，这位，这位就是我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一看就是要去踩场的，很明显。踩场，踩场，不是因为他的婚礼是麻辣锅，不是，是因为你人生难免会去参加一些前男友、前女友结婚的那种场所嘛。那你一定要去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呢？你要去之后让他看到你。现在没有他之后，你过得更好。真的，真的吃的不错。那我也觉得你过得很好哎，营养变好，营养变好。哎，撇开这不谈了，而且就是你要去带上，就是他以前最喜欢你的地方，就譬如说以前我前男友他喜欢我的笑容，以及我的美丽的头发。所以说这两点就很重要，看到他的时候一定要哎，好久不见，一直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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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甩头，一直笑，一直甩头，一直笑，一直甩啊！而且头发停定，你要护发，要泼到他面前香的雷，就让他知道老娘现在过得很好。这样我讲完了，哎呦，是不是赢了吧？下一位。但前男友应该是不喜欢他的身材。谁不喜欢我的身材？就是后来的身材哦，好了，我承认啦。没有，其实他今天妆法我觉得都很不错，就真的就是男生看到会觉得，哎呀，对呀，很嫩嫩，我怎么没有当时没有好好的把握？他皮肤也白啊，而且他的胸露的比那个很美呀，比起来的还多，真的。不是因为你，我常你既然穿这样了，你干嘛怕人家这样一直看？会害羞，对他平常不会有人一直这样看呢。我为什么这样看，你知道？因为如果有了年纪了，这里其实也会有皱纹。对，对。可是你都没有，真的。保养有在保养，有在吃，所以可以吧？过关吧？可以可以。他其实这一块算漂亮的，是。所以非常是他现在妆也过关吧？妆也不错。只有这一个芋头色你不喜欢吗？我觉得就是身体没有过关。身体就是服装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服装其实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会把红糖本来他觉得引以为傲的地方反而变成一个弱点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原生。真的哦？对，因为你说你瘦了吗？为什么我不觉得？就是因为服装的问题。哦，是因为服装？因为这个服装它是针织的面料，本来就是会比较膨胀，然后再加上是那个芋头的颜色，然后它是更膨胀。徐朝子老师，就是我饿了，我芋头就是。然后再加上，就其实红糖啊，因为它上围算很丰满，是没有那么适合穿细肩带。哦，这两条。对，如果他穿细肩带，如果那两条剪掉会更好，是还是？其实平口跟细肩带都有点危险。哦。它可以露一点点锁骨，一点点胸线，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好，不好意思咯，那之后请那个佑群老师改掉一下，脱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所以也没有要改造，要了，要了，要改造，要改造了，是是是，清清清清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看到了，又回到第一项了，然后前男友的婚礼，哎，刚刚是。刚刚是芋头，芋头，薰衣草纸，对对，哎，薰衣草纸。那我们来看看哦，他如何完胜，对，参加前男友的婚礼，红糖。哇，天哪，他就是新娘了，新娘讨厌，他就是新娘本人，你这是踩场的，你真的是去踩场，我就说我要踩场的，我没有在客气啦。你真的很不客气耶，你手上只擦喜糖而已耶，对啊，还被红了，他这样穿，直接男生说你来主桌坐，对啊，新娘就是，哎呦，好狠哦你，真的，要踩就要踩个彻底，真的，我们竟然是要前男友的，当然呢，输人不输阵，真的，我要让你感觉我过得更好，没错，所以我这一句，哦，天哪，好辣，而且还有那个裙摆，这个裙摆。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是说，很性感，但是一点就那质感刚刚好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如果要改造，一个重点是要让人家觉得，除了身材保养的很好以外呢，整个品味也升级。对，然后穿的是性感女人味，但是拥有质感。其实红糖穿这个，我先讲颜色。在婚礼上面呢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新娘啊。第一个，一点尊重了。第一个白色，你不要白色。
不要白色啊，不能白色，因为白色是属于新娘的专属色，所以这个事情要先回避掉。黑色绝对是最安全，所以当你不知道要穿什么颜色，因为不会有新娘穿黑色吗？比较少，就算她穿黑色，你穿黑色也是 OK 的，因为那个不是属于新娘专属婚纱的颜色。明白。对，那红糖我给她的这一件呢，除了这个上面很漂亮的网纱以外，我觉得比较厉害的几点大家可以看到，比方说在胸部的这个位置。拼接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在两侧也做了非常多的蕾丝。这个蕾丝除了可以修饰身形以外，我觉得最好的功能是因为红糖的上围比较丰满，对，所以它可以还可以遮哦。有些女生单有副乳或什么，它是可以做很漂亮的修饰。明白，这件根本就是为你设计的。而且网纱黑色网纱，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垂坠堆叠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变得比较深，颜色会比较深，所以在线条轮廓线的周边呢，看起来就会好像打了 shadow 一样，对对对，就变得很收，跟我们穿裤袜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。對對對，明白。然后呢，中间是有腰身的，所以这个腰身有一点点马甲的效果，让你的胸部在衬托得更丰满。所以你从侧面看，它其实胸腰臀的比例是非常完美的，就是那个胸啊、背啊，很漂亮哎，漂亮跟臀。等一下吃麻辣锅，你穿这样好不好？就是麻辣锅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底下，因为我觉得婚礼的时候，其实在国外的场合是很多的来宾，他们也敢穿一些脱衣的啊，脱衣其实是很大方、很得体的，只要你不要过长，因为过长人家会觉得说你是新娘来的嘛。可是你大概到这个长度，有一点拖到地上，其实是 OK 的。花头。对。然后底下它是用很漂亮这个裸肤色的衬裙去做一个等于说一个对比，它会让里面的颜色跟外面做很漂亮的协调感哦。那另外就是小配件，我觉得哈这几年的主流其实女生在婚礼场合也好，不用太繁复的饰品太多，就是重点画龙点睛。所以呢，我给她的这个 choker 都很有个性，增加一点个性风。这个 choker 是一个好莱坞星级，专门帮好莱坞明星做造型的造型师他自己的品牌。好，这个 choker 你看它的正面看起来像一个立体的蝴蝶结的那种感觉，就非常的有个性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女人味，不一定要都穿得很性感，有时候增加一点个性风哦，人家反而觉得更有气场。明白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因为银色的饰品了，所以我们在珠宝的选择上用同样的色系去点缀，才不会觉得说哇太过于繁复，所以又有一点点垂坠的感觉。我再讲一次，男生真的对垂坠式的耳环是没有抵抗力的，男生特别喜欢飘逸或者是摆动在女生的身上。那如果说你跟红糖一样想穿一些比较属于晚宴服，但不敢那么花俏，其实这一件也是很漂亮。哇，这一件呢，它正面看起来非常的低调，可是它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个对一个开叉，你有美腿的话是可以穿。那另外就是在它的背面是有很漂亮的美背，像这一件呢，它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她结婚的时候穿这个牌子的。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时候也穿这个牌子，然后呢，最近那个摩纳哥的王妃结婚也是穿这个牌子，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只要这种很悠久历史的牌子，它本身的剪裁都是非常漂亮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对，你看，像这个裤装，它底下是一个宽裤，很有气场，利落，它两侧是透明的，对，对，它这两边是透明的，哇，剪裁就很性感，然后后面也是有一点挖背。是来惹怒新娘的，对，我选择都一些比较长版的，或者是说稍微再利落一点的这种另外一种裤装，对，你也可以新郎面子，对对对，对你也可以想象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那种个性风。其实现在这两三年啊，女生上那种婚礼或大型的场合，不见得都是裙装为主，对啦，你可以选择一些宽裤或者是连身裤装去做一些层次。红糖真的是没有在让，胸前的蕾丝跟透肤设计绝对让前男友后悔啦。